小妹过来了，咱们要杀一个鹅。哇，阿勇，你这个是有些人到这边来，把他们吓死了。一天到晚都是抓鹅，然后带狗来抓，带狗来，带狗来，叫叫狗来。表妹抓，抓来表妹，抓来。我不敢。怎么不敢？拿那个撩鸡来啊，后面那个啊，后面不是有个撩鸡吗？快点快点快点，给个在下面。哎呀，叫表妹来抓，表妹叫表妹抓。这有点傻了是吗？哎呀，这个有点傻了，吃了会不会也会变成那么傻呀？这有多少斤呢？这个有十多斤了，应该有十多斤了，很重的。他吃的好多的，这一个。有一天我会打吃那个的吗？吃了这么多，这个拿刀来，拿刀来。我问你一下，拿刀来还有点哭吗？什么哭啦？这鹅啊？他滴了几滴眼泪。嘿，怎么可能？这些就是他滴的，不是吧？是的，这个、是口水还是眼泪啊？口水才有。这眼睛滴出来的，他流鼻涕的。过来过来，这个应该要搞过来看我，弟弟，弟弟，过来看这个。失去你，我们的小孩啊，都是从小培养的，因为小时候呢，就让他吃点好。因为我们小时候父母呢，小时候就是喝鸟不用吃饭的，小时候就喝鸟不用吃饭，喝什么？喝奶呀。喝奶，现在还要喝奶吗？不用了。坤坤，干嘛？快下！我就脱一件衣服了。出去就冷了。哎呦，炒米粉啊！拉拉，哎呀，撩人，都凉快起来。妈妈，我看到了。我看到看一下，哎呦，我是1.6米的，差不多有1.6米啊。所以啊，那些姑娘啊，很多啊，都怕这个鹅啊，这条鹅颈啊太长了。今天要把它来挺大。哎呦，这是公的不？喂。啊。这是公的不？啊，对呀、啊。是不是？是公的呀。有蛋蛋的不？是蛋蛋的。啊，太阳搞得真漂亮。搞得真漂亮了，干不干净？干净，多好呀！哎呀，哎呀，这鹅屁股很小的呀。你把它剪掉了呀。这样啊。嗯。这个还能吃吗？那个烧的割掉可以吃的，这个可搞得很干净，可以吃了。搞得很干净了，你不吃吗？可以烧一下给狗吃也可以。这留着吧，
我反正搞得很干净的。自己养的应该可以吃。弟弟，快点。哇，这芥末一大锅了，你看。让它出下水了，出下水慢慢在这里炒，炒了之后再包了。哇，好香哦！哎呦，漂亮哦！漂亮。这一锅就像狗肉一样香。哎呀，锅都来了，妈妈吃了饭了都，还留到明天早上烫一下再吃了。她说，现在吃不了了，嘿嘿，有点晚，他们吃饭呢吃的比较早。姐姐，哎，真漂亮。